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呈现，所以就是实际上它是由20多件作品组成，但是我还是觉得放在这儿是最正确的。在那时尚的这个行业呢，我做了大概有1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对这个材料和时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是法兰西应该是更理解对这种特别深入的一种探讨吧，就是对材料或者对就是作为艺术家来讲，他一种另类的理解和可能他们更有共鸣。自己认为就是说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一些audience，他会对这个材料的这种深入的表达，或者对材料的这种重新的解释，对这些这种的材料这种极致和奢侈的这种使用，它会有一种共鸣。所以我这次就是故意选择了非常多的，就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就是用材料非常极致这种手段来呈现的这篇作品。可能就是其实就是说展览它就是艺术的作品的这些展览，实际上它是它必须和当地当下，或者是和这种 local people， 它有一种互动才能完成。然后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是这 title 就是可能有没有，就是能不能完成，就是更多的问题和空间留给了就是当地的人。我觉得这个材料转换就是你艺术家在这个作品呈现的背后，你肯定有很多思考。比如说我们对传统这个社会或者传统的 culture 哈，它有一个另类的解释，跟着现代有一个另类的解释，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有一种不同的表达，它有可能是批判性的，也有可能是重复的，也有可能是它是颠覆性的，这个都很难讲的。然后我觉得刚才他说其实那只是一个手段而已，就是刺绣只是一个手段，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但我们终极目标可能是更要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到现在的价值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去在这种international 这 circle 越来越变小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站在什么样一个角度，我们怎么应该去作为一个中国人去怎么诠释自己的文化。闪念的一个事情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然后但是呢它又很具象，比如说这矿子呀什么的，所以大概的想法就是开始和结束是一样的，任何事情开始和结束都是回到一个原点上，这是大概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想法。我们做这件事情呢一直在做，不好了又贴一层，不断的在修，大概有20个人工作了1年，然后就是不断的前面10个人后面10个人不断在修，修完了修错了，然后我们再用其他的布把它裱了一层，然后再更改，就是不断的在这种过程中完善的，就是一件很有劳作的，但是同时又很无聊的一个作品。但是到最后的那一天完成的时候，其实福岛的这个核电站，日本福岛核电站爆炸，所以我当时哇，我自己也吓着了，就说这个到底是有什么契机，或者有什么具体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一开始没有一个
特别的方向，或者是特别的一个点去要说明什么。都没有觉得就是一个什么特殊的一个是一个说哦，这是 Chinese color， 我 this is a Japanese color， 我 this is a French color， 没有这么一个特别的那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金色确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和非常困难的一个能把握的一个颜色。它因为它是最高级别，包括法兰西的这个民族也算是，中国的民族也算，其他民族也算，他们把这个 golden 这个 color 都是算是一个最高级的。我也尝试着我怎么去控制这些颜色的使用。它这个是一个颠覆一个我们对这个传统的这个凶相革命的或者是英雄主义的这个东西的一个抽象的一个表达啊，比如说我把这个人头啊故意拉长或者是压扁，实际上都是一个 for fun， 就是一个幽默的一个 humor 的一个什么，但是它总的来讲还是就是。我们就是人存在的一个 society 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反应，比如说这里头可能有一些什么对教育的或者是的反思，或者是对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或者是我们的想法，或者是我们的贪婪，或者包括我们的医疗的这个 society 或者是什么什么等等，这些都有就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反应，但是我是用幽默的一个方式来呈现出来的，在我的心里头特别能反映一个，就是中国有很长的历史，然后到现在的变化的这么一个 society 的一个状态，非常美丽的，就是它的很强的这个古典的文化。同时它又在迅速的在变化着，这种变化实际上让我看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变化变迁，是一种无序的，又是一种有序的，然后它又包含了很多的一种特别残酷的或者是不尊重的，主要是不尊重的一种态度，比如说我们大量的人像土一样的就是被忽视忽略，这都是一种事。我希望就是说它就是个黑块体积，你先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黑的体积，你知道再有呢你会慢慢看到它的层次，看到它的丰富性，就像我们一开始了解这个世界是一个大的印象，然后再慢慢不断的就深入，实际上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知道然后我用了当然在选择材料的时候我就一直要保持这个就是这种想法，一直要就是从一开始一直要跟到最后也是还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在做的过程中一直是这么一个概念，在就是保持这种概念，保持这种就是鲜活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因为我做这种对这些软性的这些材料啊，比如说 fabric 和 thread， 我都有非常自己的自己的一种见解，或者自己的一种诠释方法，然后或者是我有一种怎么操作它，我都有自己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完整或者是非常非常自己能把握的一个态度，你知道，所以当然它的那个比如说你能看到就是说它的慢慢它的丰富的东西，慢慢它的这些一层一层的这种关系啊，有的时候做出来这些作品我自己都想象不到我最后的完成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自己也挺惊讶的，然后我觉得是
人的开始或者世界的开始都是从一个圆或者一个点开始的，所以我觉得还是I draw a lot. For example, this one, I draw maybe 20 times. Yeah, and this one, we have a. Yeah, this one, we did many times. And you make plans? Yeah, we make plans. 但是也有意外。Yeah, besides that, we have a very surprise sometimes. Yeah, well, what happening or.Sometimes you, which part you want to take out or edit, you don't know. I think my mom is being forced. 然后我妈妈从小让我做这些东西，我是被迫的，但我现在好像是主动的。是我很喜欢路易斯·布鲁什瓦的东西，他的东西非常根本，而且 natural， 你知道吗？但是还是刚才那样的，就是不可能受一个艺术家的影响。这个世界太丰富了，你知道吗？而且我们不是一个 generation， 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觉得受影响是肯定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甚至一个你的晚辈，晚的比你可能年轻二十岁的年轻艺术家会对都会对你有影响，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非常具体的影响，我自己都说不清楚。要说起来，艺术家，我对杜尚还是比较。就是对他的东西就是很整体的，就是学习过，也是读过他的东西，然后也去看，对他的东西比较那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谁都在问，没有不问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艺术家，到底我的，我必须。好，或者是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我必须想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刚刚开始从事这个的时候，我并没想这些问题啊。在中国的 society 里头，实际上就是 feminism 这个词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 ？feminism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它是自觉的探讨，自觉的这个呈现我们整个的这些 how to say， 就是说我们。自觉地发现 woman 的这个问题的这么一个文明的一个话题，但是在中国是到来品，它并没有这种，现在还不存在，现在还没有这种问题。但是我作为一个女的艺术家，我不回避我是一个女性，但是我不认为艺术有性别之分，如果。就是能在我的作品能够看到一些女性的痕迹，那很是纯属自然了。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概念就像这个人一样是别人喂进去的，并不是自然自身自己理解都是自身生长出来的。当然了，中国这个女性问题还是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女性的这种存在的这种社会问题，各个方面我们都能看得到。但是这是一个社会文明里程的一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去解决。Thank you.